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瘦高男女 Talkative 频道。今天要做一个特别的企划，就是盲选礼物。那因为3月14号马上就要来了，龟苓要给我买全套装备，就是包括衣服、鞋子还有包包。然后我现在呢就要分别从衣服、包包、鞋子里面呢分别选择一个牌子，然后我就要去到这个选择的实体店里面盲选礼物。人版 YouTuber 只能买一些平价的品牌，因为我们缺订阅啊。有钱之后拍一个贵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么世俗啊，会不会破三万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抽服饰的品牌，好紧张哦。万一抽到什么烂牌子，我们就尴尬了。好了，就它了。还讲什么？哦，可以，当当。那我现在来抽裤子或是裙子 ，Universal Store。然后现在我要来抽鞋子的牌子，是什么 ？Nine West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包包，那包包我们就没有抽，我们就直接去 Oronto 里面选，因为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澳洲本土牌子。还有其他牌子实在是买不起。那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到 Universal Store， 然后准备要来盲选我的裤子或者是裙子啦。上眼罩，特写一下他眼罩。天哪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会扶着你，我会控制你的方向。好可怕啊！我们规则就是拿到什么就选什么，不分颜色，只要挑到然后决定了就买。时尚大师说他用手就可以摸出一个很好的东西。我再摸一下，先拿这条，先拿的好了。感觉有点 Chloe 的风。Chloe 在镜头后面憋笑。这应该是白色的吧？哦，透视眼了吗？是黑色的吧？哇，好厉害啊！这是胸罩。对，我好厉害啊！因为我的上衣要选 pose，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选这种中性口感。一定要这条，我选了两条，结果我觉得另外一条会比较好看，而且它的裤型和它的那个长度和它的那个脚踝的宽度都是我喜欢的，很可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 Nine West， 然后准备要盲选我的鞋子，我压力好大，因为鞋子感觉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。鞋子真的会很容易挑。对啊，太难了吧。这肯定不是我笑的，这肯定不是我笑的。这个跟这么高，你想累死我呀！我还可以坐下来吗？这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穿的鞋子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边是 sale。那我来这边说，我很想买袜鞋，关键是我要选一双搭配得了我的那个裤子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感觉很上班族哦。我应该要一个跟的，不然的话我那个裤子撑不起来。我有点不想的预感，那等一下挑到很雷怎么办？这个是新品，我这个新品还可以的，这个也还行啊。你的还行，但我的心皱了两下。那就不要了。哎，怎么没人了？啊，有。我们没敢说话。敢你自己感觉吗？用。哎，这种感觉也可以。我不能换颜色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换颜色。那就先拿这个吧。最后一双。最后一双了，好。粉丝露出了爱的笑容，最终选择来啊！首先是第一个，好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最后摸的那个。哎，对，因为手感不错哦，眼睛是有打开。是多钱？我感觉这三双它的款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喜欢的那种，然后有绑带在前面的。这是我最后摸的那个呀，但是它一模一样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所以我选了两个一样的款式，对，但颜色不同。然后我是在不同的地方选的，对。那就这里我肯定喜欢这一双，我只能盲选了，对吧？我也好紧张哦，摸不出来啊，一样的呀，摸不出来。大家选择喽，三二一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哈哈哈哈没办法换了，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第三家要盲选的店 COS 给我的上衣部分。阿妈的材质 ，No， 不行，这个材质不错。现在就是手，这是眼睛。这个领子我也挺喜欢的，要不你先拿着。好，我帮你拿。这是衬衣，哎，这感觉也不错哎。它是那种很宽松的，对不对？感觉很有设计感。这个材质是我喜欢的。这没帽子的卫衣，不行，这打起来我的妈呀，这什么样子？
怎么特别的、啊？这是最终选择、啊。这个是 V 领的耶，不要这件，不要，很想要这件。你的眼罩配上这个沉思的表情，选择啊，选完了就拿起来。好，觉得还不错，这个颜色是我喜欢的，真佩服我。另外那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更好看。我觉得当你颜色好看，甚至那个粉红色鞋都不土。能换吗？不能换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。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 Oronto， 我们要开始来盲选我的包包了。我记得这个款式，这个也是我之前有看中。哦，我记得这个，这个我有试过，不是这个，不要这个，这个感觉不错哎，哇！哎，这个不是我刚刚摸那个。装脚架出去，这可以装什么呢？装个热水壶。对，这个大叔就是热水壶。这是我喜欢的那个了。你摸不出来哦。哎，就是这个，我昨天摸的就是这个。你昨天跑去摸是不是？这也是我喜欢的款式哎，之前模仿 BB 的那一款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是哪个了。你又知道了？对，我昨天看了。我天天逛网拍哦。三个颜色都不一样的，自己想。摸它的质感感觉一般般，所以这应该是便宜的。这两个的款式应该是一样的，但一个有草边，然后一个是、比较光滑型。那我决定要这个了。好、啊，确定啊？那你摘下眼罩。对啊，这是我想要那一款。我们去结账吧。嗯 ，Go。如我心愿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好，终于结束奔波的一天了。那我先来问问你，对这个企划有什么感想吗？这是我自己想的企划，我的感想就是什么时候要送什么东西，该送就送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要补偿的真的非常的多。给自己挖坑是吗？现在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今天的战利品。啊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一件上衣是 COS 的，然后呢，它的材质是属于比较厚的丝绸感。然后、它的配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我觉得就是比较百搭了。虽然我是盲选的，但我觉得我的手光还不错，就是一摸就摸到了适合我自己风格的衣服。那这里有眼睛，很厉害。这条裤子的话呢是 Universal Store 的，然后也是比较百搭，长筒阔脚裤。那包包的话呢是来自、Australia 的 Coronto。那我先讲它的优点哈，优点就是它的色系也是我喜欢的。是那种、单肩背的包包，所以也是你通勤啊、上课啊，其实都还蛮适合的。那它的缺点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底下这个是那种竹编制的，所以可能比较容易坏。好，再来就是最气愤的来了，我都不想分享了。Nine West 的凉鞋，款式是其实中规中矩啦，就是、去年还是前年比较流行的这种一脚蹬的拖鞋。但重点就是因为我是盲选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的颜色是什么，而且我当时是左手拿了粉红色，右手拿了黑色，但我偏偏就是选了粉红色。大家如果可以告诉我听如何搭配这双粉红色的凉鞋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好吗？除了这双粉红色鞋子，其实我觉得我盲选到的上衣、裤子和包包，它的色系、材质，还有、整体的这个感觉都是很适合我的风格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内容。喜欢我们这次的企划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